是我这些年存了一点钱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文静，有人找。文静，耗子。我来看看。我去买杯咖啡。谢谢。哦，坐啊。我给你倒杯水，随便坐。这儿就是你平时工作的地方啊？对啊，工作、睡觉现在都在这儿。来，喝水。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好突然。其实今天我来，是上次我听他们说，你现在工作遇到点了困难。谁跟你说的呀？没有，都是些小问题，我都能解决的，没事儿。不是这样吧？你还不相信我呀？是我这些年存了一点钱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不用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？你不用担心，我现在自己可以管理我自己的事情了。真的？哎，这钱真的不用，我自己可以解决。我现在风投已经进来了，真的。你快收回去吧。没事，钱不多呢。我真的不用，耗子，谢谢你啊。耗子，啊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我又没帮上你。我想谢谢十年前的你。如果刚来上海的时候没有遇见你，我不会有今天。谢谢你那个时候对我的帮助。你知道吗？你走了之后，我一直住在那个出租屋，住了很久。我到现在为止，仍然觉得那是我在上海唯一的家。最后放开手。